好，现在不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语音啊、拐弯啊，不想啊，啊，好就的。用一个更宽的、一个更松弛的，我们俗称的一个美声的状态好的。去唱这样的流行歌曲啊。好的，再放松一点，哎，再放松一点，然后呢，再胖一点。再胖然后多一呢，点，啊，这是技术啊，技术的。然后情绪呢，再多想一点歌词，啊，你让我要听到这种感觉啊，我声调了想着这个啊，想着这个，我现在不怕你宽，我怕你窄，哦，松松的，宽宽的唱，好，咬字一样的，不咬死，但是也不能不咬。这种感觉，这种在这个地方恰恰好的感觉啊。
个声音。好啊，好，从第二段来。第二段一进来就，在这儿，走。唱成一个这样状态的像美声一样的这样的歌，它的难度就出来了。是的，可以感受到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哎，好，你还可以再高。哦哇哇，我们再试一下啊。好好，再放松你的上半身，再好，再别太在意一点，再无所谓一点啊，哎，我现在还没有去要求你歌词里面的这一句应该怎么样，那一句应该怎么样。你先把这样的声音，哎，你先把这样声音这样竖起来，哇，就舒服多了。好，啊，好，你要唱美声，你把它当成咏叹调来唱。啊，不是所有的流行歌都能用美声来感觉来唱的。嗯，但是这首是可以的。好，啊，这首和。再选一方是可以的。好的啊，咏叹调啊，咏叹调，甜蜜蜜就不行了啊，甜蜜蜜就甜蜜蜜是就很困难，用美声来唱，也是邓丽君的。哦，甜蜜蜜，那个就、那个就很不容易用美声来唱。啊，所以歌曲也是分的。好，咏叹调。夜枕多
怎么样？这个调好，不觉得高吧？高音到了 F， 还好。哎，还可以。你放松了，宽宽的唱。好，你的高音是有的啊。当然，目前来说，你最舒服的是降 E 调。是的。是不是？是的。哎，降 E 调，好，降 E 调到 F 调。嗯，可以练。对，这两个调。你都可以以后一直唱着。好，今天第一次唱 F 调，哦，哇，哦，哎，没有觉得哪一声哇，哦，特别不舒服。对。啊，好，嗯，结实的，再自信一点，再结实的松开唱。再结实的松开唱。哎，结实的松开唱。这个方向。哎哎，就是说，让我一听你声音呢，哎呀，特别自信。就行了。好，现在还有点，有点不太敢，有点怕，就感觉唱的有点飘，我感觉。不飘，不飘啊！哎，你完全放下来以后，嗯，你的声音就会更结实。好，好吧。嗯 ，OK， 没问题。好嘞。啊，这个保持这个状态，我们就这个状态，我们拿来唱《在水一方》。啊，这个状态更那个什么。好吧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